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风景呀，是在日本的东京的北部，乘快车的话也就是30分钟左右可以到达的一个城市，名字叫做川越。川越呢也叫做小江户。什么意思呢？东京呢以前是江户城，那么川越呢是号称小江户，所以呢在那个古建筑方面呀等等呀，它有保存了江户时代的一些特征，现在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城市。小江户川越的冰川神社呀，更是一个著名的恋爱结缘的圣地，好像日本的月老庙似的，近年来很多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您看，这是星期五的下午4:30左右，气温高达33度呀。我乘电车到达本川越车站，然后呢步行走了大约30分钟，特别热，当然呢是有那个公交车的。我是为了看这个土街的风景，沿途边走边看，所以步行走到这里，中间呢路过那个著名的喜多院，那里呀、蝉鸣声声，几乎看不到游人。可是走到这里呢，却完全变了另外一个天地，风铃随风叮当当呀，情侣呀、闺蜜呀、家人呀，熙熙攘攘，真是人气爆棚呀，不虚此行啊！你看看风景多好啊！说到日本的神社呀，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都有一种本能的过敏，仿佛神社又是一个近代历史留下的一个炸药包似的，谁碰谁都会惹上麻烦一样。都因为那个著名的靖国神社啊。其实呀、我们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神社。今天呢，我就想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呀、来冰川神社内呀、走一圈，边走边看风景，边听我来聊聊日本的神社文化。其实呀、要了解日本呀、理解日本文化呀，神社就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文化象征。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的历史始终都与宗教纠结相伴，日本有众多的外来教，比如佛教、基督教等等，而神社呢，日语称为近家，是日本固有宗教神道教的祭祀设施。如今的日本人执着于宗教教规者并不多，但孩子出生、新年初拜都会去神社，去世时一般又都会去请寺庙的僧侣举行法事仪式。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最新统计，全日本境内啊，大约有85000座神社，如果再加上那些很多没有统计的那种小型的神社，日本国内的神社数量呀，应该超过了10万座。在近畿地区，也就是古都京都那边，有许多古老的神社，比如还有叫做生国回神社。神社祭祀的对象呀，主要是神道的神，也包含日本自古以来的神以外的民俗神、历史名人、古代传说人物，还有佛教的神佛或道教的神等外来的神。通俗的理解呀，这个神社呀，就是一个万神都有，相当于不分什么来由姓氏的百家祠堂。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举行祭祀等活动的场所。神道教是日本自有的固有的宗教，每个神社
所建立的那个位置呀、其实并不一致。这呢，与那个神社修建时的那个日本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日本的历史上呀，日本的律令国家时代呀，以国家名义修建的神社被称为室内社。这些神社呢，都归属于神职官来管辖。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肯定也有一批神社呀，并不受这神职官管辖，因而被称为室外社。凡是神社呢，必有鸟居，大家找一找，看你看见了没有。鸟居之内的范围呀，就被视为神灵镇守的神域。而神社周围呀，一般都有许多树木森林，被称为镇守之森。在森林内会有一些神圣的树木，被称为御神木。这些御神木呀，会用树连绳连接起来，神社与俗世通过鸟居的入口作为界限，把两边区隔开来。而鸟居之后呀，可通过参道前往神社，沿着参道呢，还可以找到用来清洁身体的守水社和管理神社日常事务的社务所。鸟居、清洁身体的守水社，前往神社的参道，还有处理日常事务的社务所，大家在镜头里看到了吗？可以自己找一找，这里还有一个很高大的红色的鸟居。去年我来的时候，那边在施工，那边应该是正门吧，今年好像还没有完工。日本要做一个什么那个公式，就是修起来呀，好像也许那个工序很复杂。总之呢，百年大计吧，去年修，今年好像还没有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有完。总之呢，大家可以在镜头找一找那个高大的红色的鸟居，这也是很少见有那么高的鸟居。一些规模较大的那个神社内啊，沿着参道呀、还能看到那个神池和架设的那个神池上方的神桥。神社内的那个神殿呢，一般由拜殿和本殿构成。拜殿呢，就是供信徒参拜，而本殿呢，则是供奉着这个神社所祭祀的御神，就是神。还有一种情况呢，则是会在那个拜殿与本殿之间再设立一个壁殿，就是钱币的币，以方便让一些信徒呀供奉一些祭品。同时在神社内的那个境地里呀，还会供奉一些其他神职的神社，如果和本社祭神关系密切的话，则称为社社，如果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话，则称之为末社，以上合称为社末社。如果社社在神社之外拥有自己的境地的话，那就被称为境外社社。在神佛习和兴起的奈良时代之后，神社境内修建了许多神宫寺、别当寺、宫寺。神社内甚至建有佛寺。明治年代早期啊，日本政府颁布了神佛分离令，规定神社呀与佛寺呀必须分开。神社境内的5层以上的佛塔和佛堂必须拆除，神职和那个僧侣的称呼呀也必须区分开来。日本神社大多以传统的木质的日式建筑风格为主。时至今日，由于建筑技术和相关法令，比如说抗震的强度和防火的措施等等的变化，神社内啊，这个混凝土建筑也在增多。因此，现代神社内的很多建筑物不一定
再是传统日式的风格，但是御神体所在的那个本殿一定是日式的建筑。另外神社周围啊，通常都有森林，所以你要找神社啊，你离远找不着，你就看哪里有一片森林，过去啊不是神社就是寺庙。因此呀，到了夜间那个守卫啊就显得比较困难，而且还有火灾的隐患。现在不少神社与那个保安公司签有保安协议，让这些公司呀提供一些监控设备。日本大部分神社所祭祀的神呀，为一些著名神社所祭祀之神的分灵。分灵的意思就是神社可以将本社所祭祀的神呀分身移至其他神社接受祭祀。就可以说，比如说全国有很多一样名字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冰川神社呀，好多地方都有冰川神社，或者说什么日之神社呀、八幡神社呀，好多好多的神社，它都是在全国各地，好像那个连锁店一样。按照日本这个神道教的说法，他们所供奉的神呀，可以无限的分裂分身，就好像那个蜡烛的烛火从一支蜡烛传递到另一支蜡烛一样。供奉分灵的神社呀，往往是根据所祭祀的神的名字来命名的。日本的神社很多呀，名称也很多。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座冰川神社，也算是日本全国众多那个神社中比较著名的，它的那个分社是比较多的。冰川神社供奉的神呀，它那个名字呀，在日语里有好几种说法，是日本传说中出现的一个人物。在日本书籍中的称呼，用汉字写出来，用汉字读的话叫做素攒明尊，全称呢名为素素攒明尊。今天关于神社的话题啊，我就想给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地方呀。大家呢都找到了没有？这里是哪里呢？这是社务所，大家在参观完了以后呢，祭拜完了以后呢，在这里可以买像那个护身符一样的东西，也可以买放那个风铃，挂风铃上的一些祝福的话自己可以买，也可以买那个会马，就那个木牌上面写上祝福的心愿呀，什么祈祷的心愿呀，在那风铃上的祝福那个挂纸条呀，或者在后边刚才看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小木牌，那个会马呀，都是在这个地方买的。这是入口，你看这个是水泥的那个水泥颜色的这个鸟居，因为这个呢在那个离马路很近，所以进了这个地方呢那个参道很短很短，但是在这右边可以看见那个洗手漱口的地方，对，所以就是一般过去有一个那个木头做的那个舀子，舀点水呀，左右手冲洗一下呀，还要在嘴里含一下漱一下口呀，但是现在呢这些仪式呢都取消掉了。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寺院呀还是神社呀，好多的规矩呀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现实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今天跟着我走，我呀今天来呀，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坐车嘛，我是走的累。现在我特意拍一下这个，现在风刚好呀，哇，33度啊，但是有风的时候好凉爽，那个风铃吹得好漂亮啊。你现在看见这个左边的地方那个龙头的地方，它在喷水，看见没，不用是咬了，但是可以洗，就是你到那把手直接洗一下，再不用那个木头做的那个很精致的那舀子给舀水。对，现在我特意拍一下这个地方，它那个白板上有红线呀，它就是月老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是一对情侣来的话，他就在那个白板有那个红的那个红线牵的那地方照相的。
现在的好多地方呢都给你准备了那个照相的地方，前面呢也准备了那个放手机的那个手机架儿。所以呢它这个神社呀是在日本现在算是经营的非常好，它的这些活动呀一些项目呀都很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是抽签的，抽出来看你的那个姻缘呀，你合适的那个对象呀，那边钓那个鱼呀，钓鱼钓出钓上来的鱼，每个鱼里边都有一个签儿。所以呢它这个神社呀总是非常有人气，每年来都是很多的人，尤其夏天风铃哇听起来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好凉爽啊。今天呀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呢还是不虚此行呀，风景很美吧。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那么下次再见。